的要求是有所提高，但做到如何你们要知道，不就是说的错就算有错也有期待，只是一时间两分的善良，明明就遇到了你的对象，不去跟你浪，但是否不顾你的吧，但是是自己的量，我们的眼就知道打开了眼界，可是注定你没达到，请就好一起离开，一起离一天一个光，两个都困在了，这期待感觉变化到天一个光，不是两开始走动，只是一心将那看得善良，明明就遇到完美的对象，一切可以了，但是风都不如接到，但是说清楚去了，我们的眼神知道打开了眼界，总是注定你来到达，请再喝一起离开，一起离一天一步步，两个都走得来，这期待感觉给我感觉一步步，不是能在一起走了，花花世界人海茫茫，谁都有苦衷，都说我记性不继续谈论的互动，但若不如一天我们还在等什么，那一句一般我说我是你要的，欣赏，谢谢雷默强，很开心来到现场跟大家高笑善举，也祝现场的嘉宾都能够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大赚钱，也能够事事顺心，事事能够如意，谢谢刚强雷默强。